后今天呢，我们要讲一个故事。这个网不能往前拉。小朋友们看不看得见？看得见。看得见吧？今天呢，我们的小猫、还有小兔子、还有鳄鱼去茶楼去吃饭。我们呢，你看我们服务员阿姨，你看我们这个茶壶在服务员阿姨的哪一边？来，你应该回答。左边。对，那我们这个肉丸子在服务员阿姨的哪一边呢？右边。对了，非常棒。然后我们再来细心的数一数，我们看看我们的小兔子，还有我们的小猫，还有小鳄鱼，吃了多少点心？然后你们来数一数，他们总共吃了多少点心？他们这个小方盒子，他们吃了几盒？两盒。非常对。那这个小蒸笼呢？4盒。对了，非常棒。好，然后再看这个盘子有多少个？3个。好，然后再看这个小碗呢？1个。非常棒，非常棒。然后你再看我们这个服务员阿姨，她车上有5碟菜，她卖出去了2份，她车上应该还剩有几份呢？3份。非常好。啊，今天呢，这个就是我们书上的一个小游戏，它叫做去喝茶。小朋友们觉得怎么样？还可以。非常好，谢谢啊。开不开心？开心。然后呢，我们会去，就是我们会去看，然后可能我们也会挑选一些小朋友上台来去玩一下空投这个东西。小朋友们听说过空投没有啊？听说过。你说过，是不是爷爷奶奶知道吧？没没有听说过，哪会儿就知道了？我听说过，因为我也没玩过。你玩过吗？我没玩过，我也没玩过。不是，它很像一个悠悠球，它这个悠悠球，它大概是，但是它是一个中华传统文化。嗯，对。然后我们现在就。